怎么样，还行吗？ I stay awake, won't let you go. Tell me more stories that I have. 很适合，很漂亮。会议。啊，您就是会议啊？嗯，我经常听 Kevin 提起您，终于见着了。Kevin， 真有你的，上哪儿找了这么温柔漂亮的女朋友啊？ 嗯，慧姨误会了。我不管，反正你带到慧姨这儿来的，慧姨一定要高看一眼。喜欢这件礼服吗？特别喜欢，一眼就看中了。那慧姨就送给你穿。啊？难得你一眼就挑中这件礼服，凯文，是不是很有缘分呀？ 沈夏，沈夏。 干嘛？好歹你也是法律学院毕业的正牌律师，连套上庭像样的西服都没有。要跟我做西装？啊？把手抬起来。一会儿我可以给你量吗？别乱动，要是尺寸不对，我可不给你干。 后天要去找 Kevin， 原来他一直在酗酒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想去看看他。 你还回来吗？回来。那如果。